这就是街舞室 ，I'm back， 我回来了。我是建言，参加过第二季街舞，然后我是在武侠联盟 Venice Wu 的战队里面，然后这一次回来就是很紧张，也很兴奋。参加完这届以后，有比较多的裁判的工作，有到处跑，到处认识很多朋友，然后也因为这届让我学会了保持着很纯粹喜欢跳舞的心情，然后一直很谦虚的去学习，也是一边教课一边工作，然后就是持续自己喜欢的事情，然后去发展更多不一样的事物。唯一准备好重新上阵，这一次我们联合 Battle for Peace。